教你一个方法，你要把那个方法。你要教我什么？哦，乘以五，请注意看黑板。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你有没有学过标准分解式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那么聪明。来，请注意看，八十四，你可以把它拆开来。八十四的最小的因数是多少？最小二啊。好，二。那除以二之后，八十四会变成多少？四十二除以二。好，再用二多少？二十一啊。然后用三，用三。好，三七七，然后用七没了，没了，用七好没了。好，所以八十四是不是会等于二乘以二乘以二乘以三乘以三乘以七？到目前为止 OK 吗？好，那八十六嘞？八十六怎么猜？八十六二四十三，还有吗？没有，应该没了，没了。好，二乘以四十三。好，二乘以四十三。指数分解。减掉。难道这个学过了？五十六怎么分？五十六。二。二。没得分。多少？二。二二。二十。八。再来二。十六。十四。十四。再来二。七。七。七，为什么不是七七？要用二由小而大。二乘以二乘以七，为什么要由小而大？没有关系，要从小变到大才不会错。小变到大，二乘以二乘以二乘以二十九嘞，猜得掉吗？猜不掉，好，猜不掉。那你注意看一下，减号被分成左右两边，那左边、右边都有的是什么？左边、右边都有的是什么？左边有三个二，右边也有三个二，对不对？左边有一个七，右边也有一个七。那老师中间呢？啊，那个四十三怎么办？中间那个二怎么办？中哪一个二？啊，那一个二啊，那个中间那个。做这个。对啊。这边就有三个啊，乘法不是可以连在一起吗？什么东东？你注意看啊。东东。怎么动动的？这边是不是可以变成二乘以二？乘以二，乘以七。再乘上三，三跟四十三，哇，对不对？减掉，这边是二乘以二乘以二乘以七，再乘以二十九，二十九，好，二乘以二十九，好复杂哦，怎么会好复杂？我只是找出两边都有的东西，好，所以先把谁抓出来？先把二。二乘以二乘以二乘以二，那都没有，那怎样？是不是左右两边都有这个一模一样的人？对，抓出来之后乘上二，三乘以四十三等于多少？三乘以四十三，一百二十九。好，一百二十九，一百二十九，再减掉右边这个人抓出来之后，剩下谁？二十九。好，剩下二十九，一百二十九减二十九等于多少？一百。好，前面是五十六。五十六是一下。我两个没，我们三个玩一个没算到，没用猜的，猜的。那我们几个猜对答案了，我又零零。猜对的举手。来，我们猜对的。答案写。你找不到的话，就用这种标准分解式。甩发站。踩下去。没有啊，他要把那个发只踩下去。甩发站，甩发站。这里我没有怎么样。在笑。在笑。是他把只踩下去啊！不小心踩到了。哎，学会什么？好。
我再讲一次哦，只要你找不到两边有相同的是谁的时候，请你用这样子的方式把所有的人都拆开来，然后去找到左右两边一模一样的东西，把它抓出来，了解吗？了解的话，第四题给你做。哎，你起来罚站还是要在那边讲话，是不是？他把他的平安箱比较送给我，还拿回去。赶快写。第四题，怎么了啦？你们两个？我好意思被他压住，我不去。你去站在门那边，站到下课。没有，我就手放着他，一直那个纸就。不管，现在去，现在去，现在去。他只是一直推过来的啦。然后没有怎么样。好，那你坐着写，你坐在你的位置上面写。还没算完的举手，好，还没算完的赶快。不会写的用头脑想，想不出来再用力想，你一定想得出来，你很聪明。好，来，我们一起来看第四题。不要一直说自己一定错。来，69乘以28，加上46乘以16。你不要管它是乘以100，我要看，我要你学的是你这个过程当中你了不了解它在干嘛？你去记那个答案干什么？来，帮我看一下，现在被分成几个部分？现在总共被分成几个部分？有这边有一个加，这边有一个减，所以是不是被分成左边、中间跟哪边？是不是左边、中间跟右边？是还不是？是是哦。好，现在被分成三个部分，那他们三个部分共同有的人是谁？不知道。不知道的时候，老师说怎么样？先把他们全部都拆成最小的因数，对不对？好，69怎么拆？拆成三根。三根多少？三根23。好，69把它拆成三乘以23。那28嘞？19。28怎么猜？你们都没有猜，是不是？二十四。然后嘞，再用一次二跟七。二乘以七。好，这是第一个部分哦，左边的部分。第二个部分呢，46怎么猜？是不是二？然后多少？23。好，二跟23。那16嘞？16一拆完之后变多少？八。再拆。
四。再用二再猜。二。好，总共几次？一二三四，好，总共四个二。一。好，二三四啊。先照我这样子写，最后也是二十三，十六也是有四个二，三四，哦，你说次方那个是不是？次方那个我们以后再教的，好，先不要写那个。好，来，那你注意看一下，左边、中间跟右边都有什么东西？二十三都出现几次？二十三都出现几次？一次，对不对？然后二嘞？总共大家都一定有几个二？两个，所以至少都有两个。好，至少都有两个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抓出什么？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抓出二十三乘以二几次？两次。两次，好，乘两次。好，二十三乘以二乘以两次之后，再乘上。我用中括号哦。我用中括号哦。中括号就是里面要放小括号的。为什么不要写大括号？大括号我们还没有用到两个中括号的啊。哦。哦，来，所以前面抓出二十三跟两个二，还剩下什么？剩下一个三跟一个什么东西？七。就剩下一个三跟一个七。好，所以放下来三乘以七。好，加上这边剩什么？剩几个二？三个。剩三个。好，剩三个，所以就写下来二。乘以二，乘以二，今天来不及了，再减掉，这边剩几个二？两个，两个，好，剩两个二，二乘以二，好，那请告诉我前面是多少？前面是二十三乘以四，九十二，后面嘞，第一个空格二十三。不，三乘以七，二十一，加上八，减掉四，好，那请问你中括号算出来是多少？二十一加八减四，然后不能换成小括号，二十五，可以也是可以，二十五，哦，二十五，哦，二十五，九十二乘以二十五，要不要用直式算？不用，不用，要先把九十二拆成四乘以。二十三，三吧，二十三吧，九十二除以四，二十三，好，再乘以一个二十五，好，最后再乘以二十五，所以这个答案等于多少？等于二三零零，为什么？因为四跟五两个一相乘就等于多少？四乘以二十五等于多少？一百，一百，好，又有一百了，好。有没有问题？老师，我这次有什么准？一样是零跟七中。可是中间你要会算啊，赶快把它写好。好，所以从倒立题二十二之前的每一个小题都要写完。二十三、二十四不用写啊，二十三、二十四你可以用叉叉把它打叉，不用写，因为我还没教。是到二十例题二，当然不行啊，小叉叉就好了。是长这里吗？对。二十三、二十四不用写，然后第十一页翻过来。第十一页的第九题跟第十题不用写，其他都要写完。第十一页的第九题跟第十题不用写。第九、第十还有吗？没有了，就这样，其他都是功课。那我好，先把你的书包整理一下。我整理，整理两分钟。要整理衣服啊？我说我整理两分钟就够了。先把你的书包整理一下。妈妈就可以给他这一份。嗯，没有啊，那他的。那是他的。嗯。
是什么？